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克。今天玩点 Minecraft， 今天要玩点神奇宝贝模组。那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第五道馆，对。那这边是第五道馆的馆主，在这边。那我先切回去。嘿，哎，好好。那这边的第五道馆呢，它馆主的等级是28等，也没有说很高， 26。然后这边也是26。那我今天打算打道馆的方式是用，就是上次在第十集有做跟英语做一个交换，就是交换三只神奇宝贝在左边那三只。对，那这三只呢，我打就是我想说用这三只来打道馆，然后再加一只我准备要练的这两只拉鲁拉斯其中一只。看哪一只体质好吧，特工14不错，念力跟嚎叫练这只好了。我记得另一只不是很好，好像有降特工，对，降特工。好，那我们练另一只好了，这一只，我们拿出来。然后拉鲁拉斯我都是用那个超速球抓的，就是第一回合丢出球马上抓到这样子。那我看一下哦，所以是26跟28嘛。那我们把每一只练到跟暴鲤龙同等好了，都27等，然后来挑战。那在这附近练就好了。哎，小我学习装置拿下来，再放上去，这样才不会产生 bug。上次会产生 bug。那我们叫我们的巨精怪来虐一下小玄石。哎，哎。哦，那个特性，它的特性，好、哦、杀掉了。应该拉鲁拉斯会升很快。那这边有熔融石，我都免于一死哎、欸。啊，九等了，十等了，十一等了，跳三等。这好像是八瓢虫，八瓢虫的那个。对对对，看有没有比较高等的，这样练比较快。那雷之石，呼呼，没丢到，合金爪，12。我们照着地图走好了。前方有一只这边。不要飞那么快了，黑暗鸭。我跟不上他的脚步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人类。不可以飞。还是丢不中。哎、欸，丢到了。那这边有两只，一只好像是在这里，欸、不见了。哎、欸，游击拉，我就是要游击拉。上一集我好像一直讲的永击拉，对不对？我需要游击拉掉那个什么石，绿宝石，对我就可以做克隆机。但是听说召唤出来的超梦是超过第20级的80等，对。有点沮丧，但没关系啦。如果抓得到超梦，有些事情还比较好办。14了，很快很快。这是我们的第五道馆，对不对？应该没错吧？我们走回来了。对，第五道馆。哎、欸，又有皮皮的声音。这里16等，这是比较低等。哦，熔融石。
16，你怎么都还没需要新技能，而且也还没进化。我不知道拉鲁拉斯不是对拉鲁拉斯什么时候会进化，所以抱一点点期待感。耳机再抓。哦，沙吉拉，绿宝石，中介石，17等、18等。哎，他有学技能，只是我一直点掉而已吧。瞬间移动，幸运咒语，跟嚎叫换好了。哦，勾魂眼，我记得他会什么？他好像会掉钻石。水枪。大家说要挂了，我们还是换只吧。我卡在巨精怪身体里。火金爪，好，然后水晶没有拿到钻石，哦，卡比兽，我会带重量球，我记得有，有十颗，这样我要换只打，皮卡丘出来，放电，麻痹了 ，OK。电击应该还可以，电击挡路，电击，哦，一瞬间我击中要害，那我们丢我们的重量球试试看。哎，挣脱了好快，哎，他转圈圈，再试试看重量球。好快就挣脱了，再试试看重量球，如果不行我就用计时球。挣脱了，重量，进来吧！哎，收服到了，有没有用重量球收服到了卡比兽？对。前方有两只，没有绿宝石，几率感觉真的很低。核心爪，没有，低于十一。哎，进化了，20等。进化了，变奇鲁利安，那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沙奈多了。哎，又是勾魂眼，丢不到了勾魂眼。钻石，哎，有一颗钻石跟一颗红宝石。感觉要练到27等，要所有都练到27，好像有点难。还是我把我的七如力安练到27或30这样子，然后直接打开。因为说实在，好像超能力的技能要用技能机来学会比较好，不然好像他自身学的都不会太好。好像有八瓢虫。哦，上面算了。还有人跟我说，就是看能不能抓伊布，然后用草之石吗？来把它进化。这边走路草，有一个胡萝卜掉在地板上，没关系，丢，没东西，回个血，
竟然都有机器是放在这边了。这边有一只吗？这里这个方向，波波，波波波波波，嘿，这好多走路头怎样？你们喜欢水吗？把我们一只把你打掉。哎，好，结束我。我们飞上去看看好了，飞上去看看。小火龙，我这样，超速球试试看。哎、欸，马上跑出来。那它是母的，母的话，好吧，我的巨晶怪没有性别。再一颗。失败，好吧，杀掉。虎虎，有超多虎虎的，随随便便遇都有。好，我们回到游戏了。那我刚刚打了一只阿伯蛇，然后我们的奇鲁利安已经到22等了。那他学会了魔法耶。攻击必定命中，所以换个招吧。这个只有对一般的神奇宝贝有用而已。影子分身用掉。哎，前方是村庄吗？好像是小村庄。没丢到。这只打一打。这一只最后一只。好，就这样吧。那我们看一下前面的村庄有什么。好像就只有一间神奇宝贝中心，然后好像就那箱子空的，回个血吧。好，回完了。那前面这边好像是铁匠铺，上去看一下。箱子、铁鞋，我上次有拿到铁帽，然后苹果、面包。那这个，对不起，前面好阿伯蛇哎，打个好了，好大只哦，39等，23等，挺快的。这边有一个训练家，好打。他拿出的是虫宝宝是吗？对，虫宝宝。那我们用我们的奇鲁利安好了。哦，好痛，好痛，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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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念力，好不痛，完了，挂了。好吧，我把你碾过。雷丘哎、欸，获得1152块，挺多的。这边就一间铁匠铺，然后这边有什么？很多书柜哦，吓死我了！书柜，那这边呢？一个博士，没了。哇，就这样，帮你关门。那前面，好吧，那这边应该这个臭臭花，哦，好想打，回个血来打一下好了。臭臭花，臭臭花，
对对对。好，免掉了，没有升等。好，那这边应该就没什么了。那我们回到第五道馆那边吧。好，我们回到了第五道馆这边，然后我这次我真的觉得我可能会打输欸，用四只来打的话，我们先把我们的皮卡丘跟狙击怪放进去，那我们用这四只，呆呆兽就19的，可是拿来扛伤害的吧。那我们第一只先用暴鲤龙好了，上去这样子，好，开打。那他第一只小拉达，我们用一下龙之怒。有机会，冲击。好，干掉第一只了。那他第二只是象尾喵，跟我等级就差一等，应该是不会有事。咬咬。没有咬到吗？咬咬，我咬到了。咬咬。他使用了冲击，应该是没事。OK，过了。好，那第一个训练家已经打过了，我们获得16块钱，回个血。那接下来就是你了 ，Go。那他也是向尾喵，我们一样咬咬，没咬到，龙之怒。然后半血唱歌，我睡着了。睡着的话，我们换毛球。怎么连续睡着？再换一只奇鲁利安。嚎叫哦，还好。那我们来一个念力，不是很痛。模仿吗？模仿我的技能，土龙弟弟。那来一个魔法液，追打。土龙弟弟是地面吗？我忘了念力，好吧，我的奇鲁利安挂了。啊，那我们等暴龙醒来吧。龙之怒，水晶月，跳到他起床为止。哦，醒来了。痛恨，哦，没关系，你扣我的水晶月 PP 没关系。龙之怒，好。碾过了，我们又获得16块钱。那我们现在剩下馆主了，我们奇鲁利安真的是目前还不能称上战力，真的是啊，28等攻击。那他第一只拉达一样来个咬咬，龙之怒，我就只能靠龙之怒这招了。哦，带龙，酷，24等，28等，你们觉得会卡住吗？我是觉得卡住了啦。好，那我们又回到这个画面，然后好像下雨了呢。就是刚刚我们打到带龙，那又一直卡在请稍后，好像每次打道馆都会这样子，真的是很讨厌。好，那我们继续，我们利用我们的暴鲤龙来碾天下吧。啊，拉达，龙之怒一样，龙之怒，啊，出来了，带龙。那来个巨蜥龙之怒，哇，半血不见了，咬咬，双重攻击，剩10滴，完了，棘手了，我带水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带，我都带球，龙之怒再试一试啊，挂了，完了，毛球，毒粉末。中毒了，吸血，完了，可能会输。
呆呆兽，水枪。完了，我觉得这一次撑不住了。咒语。是有机会把这只干掉，但是后面就有点难了。念力。啊，他一下就把我干掉了。好吧，我们再多尝试看看。如果待会遇到戴龙的时候，我们先让他中毒，我们先换毛球，然后让他中毒。好，先这样，继续第二次 ，fight。好，那第一只也是拉达，龙之怒，龙之怒。好，第二只出来了，那我们换成毛球，假动作。啊，速度比我快啊！没中到毒，应该先让那什么呆呆兽，先让呆呆兽去死。哦，龙之怒可以中，只是刚刚一直没命中，好危险哦！再一下，再一下，再一下，让我再一下啊！挂了，修利安，念力。好痒哦！完了完了完了！魔法液，水枪啊，击杀了猫鼬斩31等，21跳2等，又卡住了。我们很漂亮的卡住，然后又回来了。等一下。因为刚刚就是光影的关系，所以他后面的图没有读到。好，我们再回血，真的好难解决哦。好，再一次。我刚刚连续叠音呢，有点酷。龙之怒，哇，他撞一下这么痛。我们先用呆呆兽挡伤，石化功，把它封起来。我刚封到哪一招啊？毛球，毒粉末，好，冲击，挂了。连环拳，暴力龙，龙之怒，有没有机会呢？龙之怒，挂了。修利安，魔法液，因为一般系它只有使用格斗系的技能会伤害比较高。毒死了，毒死了！圣猫还有两只，也打不完了。好，那因为尝试了3次，我打算带个水好了，我带个药水出来，这样应该会比较有机会。好，我们回到第五道馆这边了。那我带了这样子，就是上次第10集没有用完的东西。这边有29罐的超级药水跟一个更生剂，希望这样子可以过啦，不然真的好难打哦。第二次的戴龙就真的很，他的技能都是攻击招，很难一直扛啊。我这种，哇，一下就半血。好，那75等25等了。暴涌29等，五治愈波动，放出治愈的波动，回复对象最大的 HP 的一半，哇塞！哦，好招，好招是。换。哦，龙卷风哎，龙属性的水晶越用掉。那，呆呆兽，不能换吗？可以。双重攻击，
那我们帮我们的欧布斯球回复血量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大家说你可以安息了。那毛球、毒粉末，中了，冲击，好，没有用。那用包容心血饶了，龙卷风，好，很痒。四下，我要 用水的方式来怒灌一波，连环拳两下，中毒伤害，龙之怒，哦，好，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，肯泰罗没遇到了，肯泰罗龙卷风有用吗？好像没用，龙系的，试试看。回血，我每次都按到那个捕捉球，回血回血回血，脚撞，龙之怒，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，超级药水再一次补，龙之怒，压血了压血了，完了完了，回血回血，拜托不要攻击技，追打。没有反动，再喝一罐。按错，再喝一罐，再喝一罐。追打哦，好像猫又怎没有那么痛。再一次，他都使用追打而已。有机会就回，再回个，这样比较保险。龙之怒，好、哦，他速度比我快。哦，终于解决了，拜拜。获得了1200，那我们的奇鲁利安已经到26等了，那我们的暴力龙到30等、啊、我们获得了假勇敢和天平徽章，对，第五道馆终于被我们打完了、哦、失败了大概三次左右吧，对，那今天的实况差不多就到这边咯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可以在左下角点个喜，右下角点个喜欢，或在左下角点个订阅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